港版半泽直树陆俊光大爆，以前喺无线九年净系加咗200蚊人工，走嘅时候先至得7000蚊一个月，就算过咗档都净系得12000蚊咋，搞到拍拖都要悭住拍。每个礼拜会大家拎一嚿钱出嚟，咁咪唔系储，系用使嘅啫，即系嗰嚿钱就咁多就咁多，每人几百蚊啦。一个礼拜都系2-3日，最主要都系睇戏。难得找到个肯同你挨的女朋友，三个字，娶得过。不过现在打烂了香港电视这个饭碗，唉，想娶又是要悭住娶。可能简单至做一些 hotel， 或者有些不知道那些同一个房子，有些什么什么那些屋家庭那些，即简单单30万，即其实个问题不是结婚有没有钱，是之后要养家庭。结婚其实可以不用贵，其实只要两个人开开心心，好像陆俊光和他女朋友那样，得闲去吃下点心，行下街市，玩下煮饭仔，一样都可以好幸福的。